自从这个油价涨了过后啊，我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你说我又不喜欢纯电车，你说有没有一款车啊，它可以不用充电，不用那么麻烦，同时它又可以非常的省油，又可以让你的续航变得无限长呢？那有一个选择了，就是混动车型。最近就在今年这一段时间啊，我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国产品牌，不管是奇瑞也好，长城也好，还是今天我们要聊的吉利，都在推出他们的混动车型 DHT 的技术。我觉得有可能啊，接下来这一段时间，那混动车有可能就是这个国产车的一个新的竞争的一个范畴了。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呢，就是星越 L 的雷神混动版。这个车可以说最近啊，在网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火爆，有非常多的网友啊，包括这个车友们也非常关注这个车的具体的性能表现。今天呢，我们也是提前到了这个 4S 店来先睹为快。首先要跟大家聊的还是这个外观的部分啊，因为这台车是一个混动的车型，它用到的虽然是基于星越 L 打造，但是它用到的这些设计语言是完全不一样的。比方说很有辨识度的就是它整个前脸，叫时光穿梭。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无论是它的这个灯组也好，还有它格栅里边的这种也是有灯光的这样一个效果，包括它的吉利标同样也是发光的，这种感觉都给你营造出了一种非常非常有科技感和时尚感的这样一个视觉冲击啊。我觉得这种感觉是看着很不错的。另外呢，就是它的整个车漆的颜色的配色，这个颜色配色的灵感是来源于这个晨露，就是早晨的这个雨水浸透过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给人的直观印象我觉得就是两个字，环保。这个其实也与它的这种混动的定位也是不谋而合了。那其实刚刚也有讲到啊，因为这台车它是基于这个星越 L 打造而来，所以它的整个车身的尺寸啊，包括它看起来的整体感觉和星越 L 还是保持着一致的。但是在侧面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是不同的，就是它的轮毂，轮毂的造型也好，还有它的这个尺寸也好，我给我的感觉就是它是为了这个风阻系数去做了很多的一些细节方面的处理的。你看它的这个设计啊，每一片的这个感觉，这个肯定是在动态的过程当中会为它的整个风阻带来很好的一个帮助的，并且我觉得这个造型也是很好看。轮胎呢，采用的是固特异的轮胎啊，规格呢是23550寸。那继续往后边来看，它也用到了一些和它的车漆颜色比较搭配的镀铬装饰条，包括这个门上边啊，包括下方的侧裙的这个部分啊，都用到了镀铬。我觉得这个镀铬放在这样的一个颜色上是显得比较的好看的，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审美，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样的一个感觉啊。然后呢，另外继续往后边来看，我觉得尾部就更有辨识度了。首先它的这个贯穿式的尾灯很好看，那其次呢，它在这个星越 L 的下方也加上了它的雷神这个混动专属的这个徽标啊。这个标识其实我觉得跟这个沃尔沃的酷萨是有点相似的啊，也是白色和蓝色的这个颜色的一个碰撞，感觉很好看。另外呢，打开这个后备箱，电动的尾门，它的后备箱呢也是进行了一个分层的处理。首先上边有一个隐私帘，你可以去把它挂到这个位置啊。然后呢，它下方的这个储物槽呢也是分了两段，打开过后呢，在这个区域你可以放一些小东西，然后再把它打开过后呢，在下边就是一个非全尺寸的一个备胎了。关上这个尾箱，你会发现它的尾灯真的是很漂亮，有这种流水式的一个效果。我觉得这台车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科技和环保是集于一身的，你觉得呢？这款车呢，它的整个综合续航是可以超过1000公里的。那有了这样的一个成绩呢，其实是基于它的整个发动机和变速箱的结构。它有一个 1.5T 的燃油发动机，然后还有一个驱动电机，包括一个发电电机，还有一套这个 DHT Pro 的三档的变速箱去组成的整个一个总成。它可以实现纯电，同样也可以实现油电混动的驱动方式。所以在实际的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它的续航就被拉得很长了，当然呢，值得注意的是值得一说的是，它的这个 1.5T 的发动机的热效率是达到了43%，这是最大的一个热效率，这是要超过丰田本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也算是引以为傲的一个地方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它的整个百公里加速呢，并不算非常的快，但是我觉得作为一台家用车来说
我的续航长要比我的动力百公里加速这种提速来得更加重要一些，你觉得呢？首先坐进车内啊，我觉得迎面而来的就是一股和外边这个车漆给你营造出的感觉是一致的这种环保的或者说这种大自然的一个氛围，因为它用到的配色真的是非常的亮眼啊，这种白色的麂皮包括还有这种哎有点蓝色的这样的一个色彩的拼接，你就觉得这个看上去非常的贴近这个大自然的感觉，所以给你的这种视觉感官是比较柔和的啊，这种感觉很舒服。另外呢，它在车上啊有很多很多这个 CMA 的小标一直在提示你啊，我这个车是出自于 CMA 加购的，包括在方向盘上，包括在这个座椅的这个缝线上，还有单独的缝线啊写上了这个 CMA。另外呢，这个车啊它的配置是真的很高的，我觉得从一个小细节就能看得出来，就是它的 BOSS 音响还。我觉得在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有这个好的音响啊，放着音乐也是让人的感觉是更好的。然后呢，它给你提供了三块屏幕，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是三块屏而不是一个整体的连屏啊，因为有单独的区域。首先呢，它的仪表盘因为要考虑到驾驶员的一个坐姿和它的一个视觉感受，它做了一个内凹的处理。然后另外呢，中间这一块屏呢主要我觉得还是给这个驾驶员看的，因为它集成了这个导航啊包括微信啊等等一些功能在上边，包括一些车辆控制的一些菜单在这个中央的这个屏幕里边。然后呢，靠副驾的这块屏主要就是用来给副驾娱乐的了啊。你可以通过这个屏幕看电影，你也可以刷这个小视频，你甚至还可以通过这个屏幕刷一下 B 站啊，它里边集成的 APP 功能也是很丰富啊，包括你也可以跟手机进行互联，它也有这个华为 HiCar 的功能，包括它也有这个腾讯随行啊等等等等 APP 的功能真的很丰富。因为它整体车机是用到了吉利现在最新的这个叫银河 OS 的一套系统，这也是目前 CMA 架构包括吉利是最前沿最先进的一个车载车机的一个部分的啊，用到的芯片也很高级，包括它的算力啊，包括它在使用起来的一个感觉，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OK， 那它作为一个大五座的一台 SUV 啊，除了这些部分做得比较好之外，其实空间我觉得还是可圈可点的，尤其是后排，因为它的整个中央通道呢几乎没有任何的隆起，所以坐三个人应该也是挺舒服的。但是有一点点啊，有一点点如果要挑毛病的话，就是坐个座椅稍微显得有一点点的硬啊，当然这是我主观的一个感受了。好了，这样一款车呢大概就是这样，但是还有很多的细节是我没有办法讲到的，如果你有机会有时间，我觉得还是要亲自来体验一下。如果要给这款车作为一个混动的 SUV 要打分，满分十分的话，我觉得我可以给它打到九分，真的是很不错。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打几分呢？